被撞的女孩就在这家医院。嗯。木芝芝小姐，我这次来主要是谈一下你被我撞伤之后的赔偿问题。就是这个坏人，把我的身体撞得粉身碎骨。莫小姐，你要是对赔偿有什么不满意，你可以说出来，没有必要对我进行人身伤害吧？对不起啊，不是我。我要是说刚刚是赵大仔，他肯定当我是神经病。是我，但我是不小心的。不小心？楚赵仔，你主人我，迟早要被你害死的。怎么，说不出话来了？既然莫小姐承认对我的人身伤害，那我们就来重新谈一下赔偿条件。